客官买鸡啊，要哪只？这只好特别。这只有点丑，你要不换个别的吧？不用，我就要这只。哥哥的，萧敬你不知道吗？你来干嘛？走了，我回去了。过来，哥哥的，来了。 我就知道，哥哥他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啊！我叫沈黎，你再叫一声哥哥大试试。这名字听起来不像女人。行云，听着也不像个男人啊。那不正好吗？你阳我阴，相处愉快。 你不会喝水吗？我也不会啊。还是想办法。豁出去了。啊！哪儿薅头发救人的？ 柴皮好了，柜子也擦了，床铺也重新铺过了，你还想让我干什么？你说。既然你这么大方，那我直说了。我都可以。反正你的胳膊是我弄断的，我负责到底。还想让我干什么？你把那个缸帮我换个地方。搬哪儿去啊？放那边吧，放那儿比较好看。 你在那边之后吧，你离墙远一点，小心别把它弄碎了啊！放这儿行吗？好像也不是特别理想。